前期人吃瓜果大有裨益，培养正面情绪，晚间好甜睡。白昼夏季请喝三星好水，直至真正过冬才进补食醉，灵活乐畅有力强健百岁。杂粪饮食买手食素都研究，无农药的三果三吃每周，菜蔬瓜与五谷豆甲纤维够，留住营养整煮确保。随爸妈神魂家庭化，防治脏腑骨络肢体退化，崇敬天父爸爸离世不用怕，门徒世世里面灵往天家，凭藉卓越成绩荣耀归上帝，社会认可推举参展国际，全面实行环保排碳得限制，防治剧变气候为用智慧。